人可是红得发紫啊，他到底有多厉害，我们就看看最近的有关他的各项第一吧。一，2017号最美表演型的演员提名20人名单投票榜，他以榜单上唯一一个上千万的票数排名第一，成为票选女王。二，爱奇艺尖叫之夜，他又一次成为了爱奇艺会员的代言人，成功加冕2018爱奇艺尖叫之夜尖叫女王。三，他10月16号过生日所发布的微博，52天后转发量成功破亿，颖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破亿的女星。四，12月6日，第一财经周刊发布2017年中国最具商业价值明星排行榜，赵丽颖从2016年的第八到2017年的第二，女艺人第一。还有实业广告代言人传播力综合指数，赵丽颖第一。2017年第三季度明星商业价值指数榜，赵丽颖第一。这仅仅是最近几个月，她已经拿了这么多第一，她有多厉害可想而知了吧。